We present to you today's words of wisdom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Persian, Russian, Spanish, Polish, and Korean. 福尔摩沙葡文美丽之岛位在环太平洋火线的西边角，由于地层板块运动不断进行，形成福尔摩沙雄伟的高山、丘陵、平原、盆地、海岸线和一些奇特的景观。福尔摩沙四季分明，气候从热带至亚热带以及温带，有18400多种野生生物栖息于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濒临绝种的种类。在这些之中，有樱花钩吻鲑、福尔摩沙山羊、福尔摩沙猕猴、福尔摩沙黑熊、蓝腹鹇、地鸷、雪山草蜥蜴等等。福尔摩沙虽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一连串惊奇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和原住民部落，绵绵的山脉、美丽的瀑布和精雕细琢的寺庙。福尔摩沙森林遍布，有293座山的山顶超越3000公尺以上，地理上的独特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另外，国家公园提供了多样互异的地理景观。泰努格国家公园，两山之间下切的激流形成触目惊心的狭长深谷。阳明山国家公园以火山坑和火山湖著名，垦丁国家公园环绕着福尔摩沙唯一的热带区，洋溢着真正的东南亚风情。金门国家公园藏着传说远久的大理石山脉，福尔摩沙东岸的太平洋拥有着丰富的海洋生态，一群群的平鼻海豚、飞旋海豚、灰海豚和热带斑海豚不时要出海面。蔚蓝的海洋及壮观的珊瑚礁，可在福尔摩沙南端底的垦丁、绿岛和澎湖群岛可以观赏得到。福尔摩沙中部展现出岛上蔚为奇观的美丽景观，粼粼波光的大海、滔滔的激流和绿宝石般的森林。南福尔摩沙南部为岛上的文化中心，仍然保存着大陆先民当初定居此地的传统与习俗。福尔摩沙文化多彩多姿，许多来自不同背景和地方的人都汇集此地，如原住民、早期中国南方福建人、客家移民、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以及晚近中国大陆来的移民，都在福尔摩沙的开展史上贡献良多。客家福尔摩沙与中国大陆文化融合了一个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与社会，不论是宗教、建筑或语言，福尔摩沙样样俱全。福尔摩沙是一个多元化宗教信仰的地方，有佛教、道教、基督教、摩门教、统一教、回教和印度教，以及本地的一贯道教及其他的信仰。福尔摩沙不仅遵从传统信仰，也能敞开胸怀接受其他的宗教思想，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青海无上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他居住在一间小庙时，一群被内在体验指引的福尔摩沙人在暴风雨夜晚要求师父教他们观音静坐法门。自那时起，青海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给成千上万的福尔摩沙真理追寻者。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光和音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青海无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给这个世界和那些已经准备好要重返自己内在天国的人们。除了与福尔摩沙人民分享珍贵的灵性礼物外，青海无上师在许多时期也提供赈灾支援和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在自然灾害来袭时，经由他的爱心典范与高贵行止，我们福尔摩沙世界会会员
也热心参与关怀照顾他们的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许多表达关怀的活动包括访问受刑人。照顾老年人与穷人，投入地震、水灾灾民的救援工作，帮助清扫街道等等，一直持续进行中。至今，这些慈善工作和人道活动已成为全福尔摩沙定期的活动。福尔摩沙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修行观音法门，努力修行的功德已为福尔摩沙带来了繁荣和富庶。福尔摩沙已在经济自主和经济影响力上赢得国际关注和敬重。由于这些修行人的诚心，福尔摩沙得以享受平安的福报和功德。感动于他们的诚心和对内在天国之事以及开悟的诚挚渴望，青海无上师慈允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他的智慧与真知灼见。近日来，青海无上师回应了我们世界会会员诚挚的渴望，于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以来自全世界约10000名的世界会会员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猪年的农历新年。我们现在邀请您聆听青海无上师精彩的开示，主题是用和平创造天堂，2007年2月18日讲于福尔摩沙西湖。首先恭喜发财A prosperous year and important a peaceful year. 最重要和平的新年。我有改变那些歌词，就我们先念一下哈，就是大概是这样啦：新年快乐天上，新年快乐天下，新年快乐你和我，新年快乐，平和，记得了没？阿寿，每次都是新年快乐嘛。然后，第一个就是天香，第二就是天下，第三就是你和我，还有谁嘛？啊，第四就是平和，就这样。OK， 记得哈，阿寿。我们念跟那个祝你新年快乐那个一样，懂了哈 ？OK， I have changed a little bit of the song of Happy New Year to suit the occasion.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for our foreign friends, called like Happy New Year Heaven. But we're going to sing it. I'm just reading it first. Happy New Year Heaven, Happy New Year on Earth, Happy New Year all beings, Happy Peaceful New Year, something like that.Yes. And we shall sing it like a happy birthday tune. Can you guys remember already? Okay, everything is like Happy New Year. And the first one is heaven, the second one is on earth, the third one is all beings, the fourth one is peaceful New Year. Can you remember now? You smart guys? Okay, let's sing together.Chinese first, because we are in Taiwan. Okay, voila. After we sing Chinese, six times is good, right? Or eight times, what is a peaceful number? Seven for heaven. Yeah, of course. We want heaven on earth, right? Okay. So now we sing 7 times Chinese and then 7 times English. Now, let's go. So I sing first and then you know what it looks like, okay? Look like.新年快乐天上，新年快乐天下，新年快乐你和我，新年快乐平和，行吗？好啊啦，现在我们一起唱。
The foreigner don't remember Chinese, just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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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It's okay too. We have welcome all tune, make an opera and orchestra. Okay, let's go. 新年快乐天上, 新年快乐天下, 新年快乐, 你喊我, 新年快乐, 平和, 再来, 新年快乐天上, 新年快乐天下,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天下，新年快乐天下，新年快乐你喊我，新年快乐平安，新年快乐天上，新年快乐天下，新年快乐你喊我，新年快乐平安。有没有提示了？五次而已哈，再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天下，新年快乐你喊我，新年快乐平和，新年快乐天下，新年快乐你喊我，新年快乐平和。Now the English, very good. 我们祝福天下和平嘛 ，OK。 天上和平，天下也和平，大家都和平，众生都和平。也许这年和平。Now English, I sing one so that you can have a little idea. Happy New Year, Heaven. Happy New Year, Honor. Happy New Year. Our wish is sincere, it might come true. Okay, now let's sing, all right? Happy New Year, Heaven. Happy New Year on Earth. Happy New Year, all beings. Happy peaceful New Year. Again, Happy New Year, Heaven.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eaven. Happy New Year, on Earth. Happy New Year, all beings. Happy peaceful New Year. There will be peace, just like God has spoken. There will be light. Also, if he say there will be peace, there might be peace. Okay, yeah. We wish. It seems like we are going to have peace, and pretty soon. According to all the news that we have nowadays, even though we still have a little fraction here and there between some maybe previous life incarnation enemies. So they are ironing out their problems. But look like we have more peace now than ever. Is that not so? Yeah. And it's going to have more peace. And that's the way it has to be if humans are to survive. Because we have done a lot damaged
to this beautiful being called Mother Earth already. And I hope that we still have enough time to redress it, to correct it, to repair it somehow. So peace must be, because in peace we can rebuild countries. In peace only we can rebuild human relationship. In peace only we can attain heaven. There's no other way we can live with each other ever, except but in peace. There are more important things in the world, everyone knows that, to do than to take up a gun and shoot somebody. This is the least thing we could even think of. We should never even think of anything like that in all our whole lifetime. But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kind of awakened somehow to this urgent, important, and must be cause. Is it the cause of peace? Everybody talk about peace, but we must do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to it, by love our neighbor, by stop doing anything that we think and know is wrong. Anything wrong, we stop right away. Anything right, we do it right away. And it's very simple kind of living. There's no need to look anywhere else for heaven unless we are at peace with our neighbors and within ourselves. As I've told you many times, a young man, a young woman grow up from love from their parents. They have been loved since they were born, before they were born, after they were born. And as they're growing up, they are thriving, growing in love of the parents, of the dear friends, of their beloved spouse and children. So that's the way they should grow up and live their life, in love and then in peace. There's no one on earth should turn that love into hatred and make people going out somewhere to destroy that love and to destroy somebody else's love who has done nothing to him personally. That is wrong. That is absolutely wrong, even in the eyes of human beings, not to talk about in the eyes of God. We have no need to bring God into any discussion before we start doing something right and living peacefully among each other. We have many urgent things to do. We have hunger to resolve. We have children who has been starved to death. We have people, elderly, without care. We have animals who has been neglected, abused. We have all kind of little problem here and there, and big problem here and there that we should take care so that this life on the planet will be more beautiful. We cannot afford to waste our energy, time and money in killing. We have to spend our time, energy in love and in building peace. Because if we don't stop the war right now, everyone knows we have no time for anything else. Maybe the winners in the war and the losers in the war may die sooner than the war ends, if our planet ends. I told you many times already, so there's no need to repeat it anymore. But one thing, I have to thank you, our associate members, over all these years, especially these years, we have lots of man-made and natural disaster around the world, and you have been very, very compassionate, very diligent in helping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need.
And I have to thank you very much. I'm very, very proud of you. 我们世界大家有和平嘛，因为如果继续打仗下去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可以再修补我们这美丽的世界。然后我们小孩子，我们那个当奶奶带啊，没有地方住了，我们全部都也许也被一起毁灭。我们毁灭是没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有找到上帝了。 哈，我们有保险啊，不过我们是要还是要保留这个世界，为了等待我们兄弟姐妹跟着上啊，因为如果在死那么惨那么突然这样子，灵魂比较难醒过来，比较难解脱，所以我们一直等待，在这个等待的期间。 我们能修补什么地方？我们修补，特别我们自己同修们哈，同志们哈，朋友们哈，敬爱们哈，OK， 我们自己应该先做啊，比方说神能量，我们都做了，常常师父告诉你们应该用那种节省的那个灯泡，这我们都做了，到现在如果能够买到那些车子啊，没有毒气的就买了。 然后如果能够一起坐车上班，一起坐车去买菜，一起坐车带小孩上学等等，那就用，一起用车子，OK， 一起用，这样省能量，省那个油，省毒气。在家里的时候，能回收哪样东西，我们就回收哪样东西，知道哈？比方说神水呀。 水也本来是自由了，不过我们应该用电呢，才能够应用到我们的家里，所以水也是用很多能量啊，电也用很多能量，能省什么地方我们就省，不是为了钱的问题而已，不过为了补救这个世界，知道了？已经讲过好几次，知道哈？还记得哈 ？OK， 不要等隔壁的。 我们能做，我们先做。我再回来这边的路的时候，我坐计程车嘛，然后计程车也是问东问西啦，我也跟他讲了，我自己有节省了。比方说，我家有那些车没有喷毒剂出来的新的那种发明，然后我自己也是输输，因为现在联合国已经公布出来了，就说。 养动物就是第一个理由，给我们世界地球产生很多那种毒气，是最多毒气出来就是从养动物的方面，所以我们自己已经是输了嘛，所以我也跟他说我是输，我也不是为了那个，不过首先就是为了爱心嘛。然后他说那你一个人是输啊，我们。 吃个人是肉有什么用呢？我说我只能先管自己嘛。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的话，我等你，你等我，那什么时候能做得到呢？那我看哪个事情对，哪个东西适当，我就先自己做。然后我的隔壁，如果他跟着做，他觉得我做得对，他能跟着做的话，是太好了。 如果他不能的话，最少我做自己的分量，自己的本分，是吗？不然我说如果我看什么对的我不做的话，那别人也是这样这么想，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想的话，没有人做得对的。什么人看到对的东西都不做。 看的事情适当也不做，因为我做一个人，十个人不做有什么用呢？有用，有用吗？有。然后我就跟他说，比方说，在一个黑暗的广大的广场里面，有两三个灯，总比没有好啊。<笑>有时候一个很暗黑的，一个很大的房子，很暗很黑的，你一进来点一个蜡烛而已。 不是可以看到很多了吗？是吗？啊，一个很大的那个房子，它已经很黑的、很暗的，
几千百年了无所谓，你一进来一分钟点一个蜡烛，你就可以看到四周围了，然后另外一个跟着来，看到你点蜡烛可以看东西，他也跟着点一个蜡烛，那就多一个蜡烛就多亮出来了。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影响大家，根本也不用讲话了。因为事实上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讲话多没有人听了，没有人听，有时候人听不清楚，有时候很少人听。不过我们自己要在乎，听懂没有？真严肃咯，真的严肃。因为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嘛，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保护这个世界跟所有的众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上天堂的时候那根本不再说了，如果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要修补要保护。同样如果你不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已经卖给人家了，你没办法做什么。不过你还在你房子的时候，当然要修补要保养，为了自己安全，也为了朋友安全。那你请人家来，你房子破破烂烂，等一下倒下来，那不对了啊！所以其实不是我们管物质的方面，不过我们在哪里就修补那里嘛，是不是？也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就为整个世界，那个是物质的方面了，对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回家的路了。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世界，我们有百千万世界可以去，这个我们自己知道，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有别的世界，我们没有权利破坏这个现在的世界，是吗？还有我们也在里面，我们如果想去天堂的话，通融安详去嘛，是不是？不要这样蹦了一声然后走得痛苦。人家说台湾话就说死不瞑目了。这是台语的哈，我知道。不过我也有说了，这几年以来我对大家感觉非常很骄傲，那拍手给自己了。因为你们也帮助师父，帮助世界很多，帮助师父，帮助这个世界啊！每一次有什么灾难啊，有什么苦闷在哪里哈、我就讲一声而已，你们就冲了、到那边救济人家，安慰人家，这样子是应该做人，是应该这样子啊。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骄傲了，不过我对你们很骄傲，哎呀。为什么啊？因为你们刚来学习嘛，哎呀，你们刚学习啊，还没有很高等级，有一些是高，有一些是低了。不过除了你们等级高低以外，你们世界的责任还蛮重大。那、你们多数都有经济朋友，有家庭，有小孩，工作，有责任很多，照顾家庭。要去赚钱，要照顾自己，真的很多很多工作。既然这样子，每次有世界痛苦的地方，你们能省时间、省元气，连省钱也过去那边救济。不是说你们是国王或是很有钱的人，有一些是很有钱的、不过没有钱的人也去帮助，也省钱、省能力、省元气，为了帮助别人。所以我对你们这样很骄傲的 ，OK。不过你们不应该对自己骄傲哦。Very good, good boy, good girl。我们要教什么人的话，最好就是用榜样的教。不是说讲话很多人家都听了，人家看我们做好做得对，慢慢来。即使他不学也没关系，最少他不做坏的。最少他不做好，他也不会做那么坏。这几年以来，我们跟着世界笑，
跟着世界哭，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大家同一体，我们越来越知道他苦就是我们苦，他痛就是我们痛，没有什么两样。修行了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些，就是大家就跟一个大的身体一样，我们的隔壁就是跟我们手脚一样，然后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的身体，大家就是不同的细胞，不同的身体的部分嘛，啊 ，OK， 呀，啊，器官，身体的器官，哇啦。不过也是因为贵宾有来了，师父有请他们来，说所以刚好也还回来。那你们呢，要谢谢他们呢、哦。我们今天晚上会表达更多我们的谢谢信 ，OK， 呀、yeah. I said to them, because、you are here, you are the VIP came, that's why I came back also. One of the, you know, the main reason. So I say they should thank you, that's why they clap. And、yeah, they should thank you, the VIP.、Yeah. And I said that tonight we will express more of our gratitude. Right now it's just a different program.Right now, they expect me to say something nice for New Year. You know, a conclusion for the year end and、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beginning. Yes. Okay. 台湾人也很努力哈，把这地方弄得很漂亮。既然我们地方是很简单，不过你们把它美化起来很漂亮，大家工作不小，我很感激哈。I appreciate it. I appreciate your hard work to make this place very nice.Yes, 我是很高兴，谢谢。那我们这个过去不用再讲了哈。那今年我们讲新的哈。那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像那个生日快乐一样啊。每一年也是刚像一个生日一样，差不了多少啊。我们重新开始，多一年嘛啊。我们生出来就多一年了，然后现在每一年再多一年也是像重生一样，所以我们过去做什么错的话，新年绝对要发愿重新再来，全部忘记过去，重新今天开始，跟小孩一样重新再来，重新今天做全部好事，想全部好的东西，然后说话讲都是好的事情，尽量尽量 OK， 有时候喜剧难开。如果我们去年做很多好事的话，这一年做更多好事，做更好的事去年进步打坐进步多少，这一年进步更多我知道你们是很努力的，我真的佩服佩服，我真的讲真话很佩服我平凡的人啊，我知道生活不是说很美丽哈，很顺的哈，有时候腰酸背痛也要出来工作，因为有家庭有责任有公司，有很多人靠你们，你们要应该出去有时候心情不舒服也要快乐出去工作不想做也要做，因为要生存，而且每天工作很多很多才能够赚得足够给家庭用，所以你们生活平凡的人很匆忙，很有压力，比较苦多乐小，我现在修行当然乐多了，是吗？依然这样子，工作还是要做的。然后我也知道你们生活是很匆忙，有时候也是很累。不过既然这样子，还努力修行，
不再吃肉，不再喝酒，不再去做任何那个不对的行为，然后还要去救济帮助别人，所以你们真正的我的英雄，嗯，谢谢了。在这个世界，要活一个平凡的人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是不是？啊，一天呢，早上去工作，晚上回来啊，要照顾家庭，要付税金，要付很多那个什么费用啊，家人的费用，已经很努力了，很疲劳了。何况那个金海武上师某某，他还叫你们做两个半小时，哪有空？还是要有空。然后因为打坐不多，精神不好，智慧减小，然后做乱七八糟，没有做对，然后自己也退，所以要打坐，已经工作10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在那个毒气里面开着1个小时2个小时了，回家他还叫我们打坐，电视看小，报纸也别那么多，讲话电话小一点，酒也不能喝，肉不要吃。Oh my god！ 他为什么要求你们那么多呢？某某那个青海那个了，嗯，你们还拼命的听，嗯，真奇怪。也做得到，嗯，还可以去救济。以前做一个平凡的人，赚钱好像不够用，一天到晚不够。现在工作又更努力，还要增加2个半小时多要打坐，啊，又可以省钱，可以去救济别人。以前钱不够，现在钱比较多，是不是？啊，所以要听嘛，啊。他替我们赚钱是吗？因为我有教你们怎么节省，所以不是说多发财，就是多节省，多节省就是多钱嘛，是吗？你省1毛钱就是你赚1毛钱，都一样，多赚然后多花还是一样。以前那个常常生病吗？啊，现在是说身体健康了，又省很多那个医疗啊，身体又更健康，可以多工作，啊，不用怎么样，啊，所以很多省的方面，嗯，啊，买豆腐比买肉便宜，又省多一点，呵呵，是不是？啊，近几天去打坐修行、祷告共修，省很多钱。以前近几天就去什么吃喝玩乐，在外面赌博，啊，把那个辛苦赚的钱全部输光。比方说这样，我是喝酒了，然后生病，我是出去醉了以后打架等等，打架又吃亏很多，又给那个家庭人痛苦，啊，就现在什么都不做了，近几天去打坐乖乖啊，省很多钱，呵呵，回去太太觉得啊蛮乖蛮乖，不去赌博不去喝酒了，啊，好好的男孩子，那疼爱你们更多，家庭更和平，嗯。家庭和平，小孩快乐，啊，大家快乐健康，又更增加身体舒服，精神愉快，所以你们才听，是哈，对不对？啊呀呀，如果师父教不对，当然不会听的啦，啊，哪有，你们不是笨蛋的人，是吗？啊，我知道了，你们大老板啊，亿万富翁啊，什么 company president chairman 啊，你们老大老师，什么大学老师、小学老师，什么人都有，好聪明，好聪明。台湾的人聪明啊，也是集中第一的，嗯，发明很多好东西啊，做很多那个比较让人很佩服的事。所以你们不是笨蛋，所谓叫笨蛋，讲好的才听，有逻辑才听，是不是？谁讲都一样，如果不合逻辑，我们就不听了。你们又不是笨人，那不用再说了。
既然我们修行，大人修行，小孩子也跟着修，啊，他出去就不会再打架了，他就不会跟着那个同学，学那个坏的习惯，因为你们在家做好的榜样，嗯、啊，好的父母一定有好的小孩，嗯，那个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嗯，那我们的小孩从小就学好的，学那个规矩，学礼貌，学道德的话，长大不会改变的。多数的人哈、哦，长大的做坏事啊，都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嗯，没有训练好，父母没有照顾，或是有经过那个很痛苦的小孩子的时间，或是父母失踪了，或是父母离婚了，或是父母没有做好的榜样，然后他们。小孩子不知道怎么靠了，不知好坏了，混混摇摇的，就去再被别人骗，再被拉拢，跟一对这个坏蛋在一起，跟那一对的坏人在一起，然后继续做坏事，然后就变习惯了，然后就改不了。社会都诽谤他们，拒绝他们，越来越跟社会离开，如果没有别的地方靠，越来越靠那个坏党，坏蛋的党，坏人，然后这样子越来越坏下去。如果家庭稳固，父母好好的道德榜样，小孩决定长大不会当坏人的。其实有的话也非常非常小，又小又那个坏的成分也更小，了解吗？不会坏到哪一个程度的。比方说我叫你们不抽烟不喝酒，不杀生等，不伤害别人，不伤害所有的那个有生命的众生啊，也许你的小孩不会跟你学一模一样啊，他也不会，也许他会抽烟啊 ，OK， 也许他会赌博一点点，也许这样子为了外面影响，不过他不可能去杀生的，懂不懂？他也会觉得自己里面会检讨自己，因为从小被你们训练了，即使他做坏事的话，他良心，他的良心一定也会一世跟着提醒他，也许他不会做坏事那么久，居然做坏也不会做到很坏很坏的，就坏小小坏的啊，比方说吸烟啊，一点点这样子，那个还可以谅解。所以父母好的话，对家庭很好，然后对社会都有贡献的很大，不用去当和平使者，世界也会和平。世界和平是从家庭和平出来的嘛？啊，我们中国就说修身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所以各位能修身的话，当然都可以平天下的。不过平天下我们不谈了，让别人平好了。因为我们修行了以后，那个贪妄的比较越来越小啊，安分。上帝放我们哪里，我们就坐那里。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尽量做。不管倒热色也好，卖豆腐也很骄傲，啊，因为我们很干净，我们活得一个好好的，浩浩荡荡的一个人生的生活，我们有好好的品质，我们贡献社会家庭，我们最好的品质，贡献家庭好的品质，就是贡献社会好的品质。也就是贡献世界好的品质，所以不能说一个人算不了什么，一个灯算得了什么，那一个人也算得了什么啊？整个房子那么黑暗几千年，你一进来开一个灯，整个房子都马上亮了，一个灯就够，啊，每一个角落主要有一个灯，这样子就整个房子整个家大的家都会亮出来了啊！不用那么多灯，
所以我们整个世界每个角落能有几个像你们这么好的品质的话，世界当然会越来越和平了。那恭喜世界，我恭喜世界。 完了，就是几句话提醒大家，你们都知道了。就是结论起来，就是我对你们很感激，因为你们修行好，你有帮助别人，我对你们也很骄傲。因为你们是生活也蛮困难、蛮辛苦，还是不会抱怨，还是很忍耐，还是会修行，还是会帮助别人。 既然外面世界又化很多，你们不退，那个表示说你们有进步，不用讲什么天堂地狱。我们作为一个人这么好，跟你们一样的话，连天堂我们也不用了，<笑>是吗？<笑>因为如果世界每个人像你们这样子，我们就是在天堂了。然后我们既然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们里面自己良心很暗。 精神很愉快，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天堂了。如果真的有天堂在上，那多好啊！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有天堂了，这个毋庸论了啊，因为我们有上来下去看看了，是吗？啊，我意思说，如果真的没有天堂的话，我们自己已经有天堂了，每天带在口袋里面走来走去，呵呵，去哪里都带天堂在口袋里。所以我意思说。 像你们这么好的人物，万一真的没有天堂，我们也没关系，是吗？啊，因为我们自己有天堂。不过我们也已经知道有天堂了，是吗？多数你们都会知道，打坐的时候都有知道了，又有跟天堂沟通了，然后上来下去了，所以天天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平安。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问天堂在不在了，我们自己都知道。我意思说，万一没有天堂，我们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自己快乐足够满足啊。OK， 那么继续活在这个天堂里面，还有登越来越高的天堂，还有帮助这个世界，也跟我们一样。 能够越多越好，越快乐越好，越认识天堂越好，这样子，我们这个生活不白费了，啊！谢谢大家啊！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忘记修行进步，还有台湾最喜欢听就是恭喜发财。OK， see you later， 再见。 晚上见 ，OK， Yes。很高兴您与我们一起观赏今天的智慧之语节目，用和平创造天堂。明天请继续收看另一场精辟的开示，快乐人生是回报名师的最好礼物。
接下来是艺术与灵性，由无上师电视台独家播映，请继续观赏。It has been a delight to have you here with us on today's presentation of In Peace We Can Attain Heaven on Words of Wisdom. Please tune in tomorrow for another insightful lecture entitled A Happy Life is the Best Gift to Master. Up next,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only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Please stay tuned.